你现在怎么变这么会说、啊，把我们想说的话都说明了、啊？哪有啊？没人想说的吗？给你几张。哦，他说他很希望大家支持他，不容易。对，他是慕容你，他非常美，大家也看到。这是我的好室友，我俩住一起。对，你今天晚上？然后发生什么？发生什么？爱的火花吗？他觉得我睡觉。说了，我们这边是想拍戏嘛，跑了跑了。然后我现在看到我们没穿戏服的人，感觉非常爽。对，因为我们真的还挺热的，热死了。但是，大家能在一起拍戏，然后这一次角色也挺多的，非常开心，能凑在一起，对吧？工作不过就是工作，没有别的。这种冷菜是吗？没有那些，谢谢。来，小东举手，下一个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宇，我演的是那个慕容李啊。我忘了自己演的是谁了。然后我是一个普通人高，然后又很聪明，然后就很会吹箫的一个人。